但紫金山确实选过一把左翼，但效果还挺好的。是的，因为白菜的刀妹是有说法的，包括说吉利刚刚亮的那个蜘蛛，我就直接上路啊，直接拉回来，我的天，闪上前直接开始 A， 但是过龙就在身后，这波伤害够吗？刚好够了，一血刀手侧面一飙，没能飙到乐乐，走位躲开，但是应该要被换掉。没错，以后发挥也是相当的惊艳啊！今天面对到白菜，再来，这里被晕到。但乐乐只有一级，没有闪现的，稍微有点危险，先往后撤退一下。还想尝试吗？主要随着等级提升啊，王爵这边有恶灵剑与穿刺之剑，配合大头的这个 W E 二连，伤害还是很高的。哎，要避了，过来帮冲野线。哎，其实 Q， 哎，可惜还是被皎月拿下了。在中路这里，两个人也不停的换血。Q E， 藏一段，哦哟，是二段被闪现躲掉，这是七分半了，想去上路 gank， 在卡视野，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了，不同来个 Q 上去了，稍微有点危险，但是 W 没有挡住，嗯，那怎么说？打到底吗？闪现交出来，交闪。第一时间凯尔在最前面，先锋回血了，但是回到了一个软性耐久度的地方，先锋要被斩杀了，第一时间先找到王子月，王子月直接倒倒了，而且亚苏接起来一个剑姬也要死，先锋已经被拿下。再赶过来这一波，对于 MOG 来讲，这个阵容刚刚也提到过，就是不好发挥，还要再去找吉利，吉利有点落单，再来一个 EQB 闪现，疯抢，好流畅。K2 有熟练度的哈，而且是相当自信。是，光荣魔想秒一个乐乐，乐乐秒掉了，有点尴尬，但是直接大招挂上以后，反手的 E 也没有拉到，好业绩鬼反而被对方打了波埋伏，中招了。前两条资源双方各拿一支，中立的互换。贾克斯这个位置还好，扭掉了这标啊，有 Q 可以应该不小兵，还要追着再 A 一下，闪现可能都不用交。对，不过没有 TP， 这波上线要慢一些，线刚刚还被光荣拉住，还有说法，不想走，飙到有机会哦，盲视野的一标，哎，差一点点，放了一个夹子，小老虎直接得往后走，没蓝了，没有蓝，什么情况？先开闪现晕住，被反杀了，杀了。应该是不想要小龙，还要来找，找小老虎，被骗到了，减速到一标标到无上团员挂上去，等逆反风暴结束再往前跟小老虎，应该是再见难逃了。回血阵打出来，被自己锁上去，唤醒了小龙。上路这里两个人再次缠斗起来 ，QW 招架住，感觉死了，哎，慢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打出了回血阵，下一个破绽，反身一跳躲开了这个 Q， 但是下一个 Q 应该还是要死，只能拖时间走不掉的。不曾来过这剑姬，哎，等等，反击风暴一开，好像有机会，再飘往后走，有闪，怎么都死了，但是没有机会，还是被指望剑姬后期一手单带，包括哎呦震到了，什么情况？王子月这边没闪的，刚交完闪现，应该可以讨论。电话平台对他们短短一些时间里可能训练不出来吧，实在是因为这种配合其实挺妖。哎，乐乐找到了，坏，走不掉，做事也被逮到，冒牌左连空掉了，这波没有一个先手能力了。但小龙要打完了，龙的血量已经见底了，才刚抵到龙和门口，拿完龙以后就要上去开，哇，开到了一个，效果有点一般，开了一个秒秒的闪现撞墙了，贾克斯跳进去，第一时间凯尔先倒，故意收过，效果也就一般，拉开，现金在里面有回血阵，但没关系，拉开以后小老虎还很能打，小老虎来了，怎么说？想找吉利，吉利就会直接拉开，有小老虎也不想过多追究了，反应很快啊，不曾来过。想包小老虎，身上没眼，直接向死而生，想硬换，被定在原地。哇，完美的配合，我已经突破了小老虎啊，而且偷偷动大龙，有一个卡利斯塔的这个小鬼魂转身，看到了，转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八千多，六千多，好夜没闪现的，拿下单杀。但是白菜在一个没有视野的位置。露头走出来，直接大招起手，被他挡住了，但是没完全挡住。先找刀妹，刀妹 W 挡了很多的闪 ，Q 技能进去，再 Q， 再 Q， 刀妹已经疯狂的操作，但是被卡莉萨收掉。但同时自己的队友也收掉了对面的野辅双人组，再往前找 Kair 一丝血被暴女拿下。下路打不过被单杀了，如果正面再不动这个大龙的话，就很难招架住剑姬了。但如果动的话，贾克斯复活的时间又有点久。朴实无华哦，就两个破绽哦，可能小老虎也没想到。是的。主要这波白菜打的是真好，亚组的风墙还是慢了一点点，没有完全挡下。他有三个队友都有刀妹神珠的印记，先打到前面已经破了。他队友把伤害吃完以后，伤害拉满，然后倒下，其余最后交给队友收尾。大头这位置伤害拉满了，小老虎下来也是无力，太过于依赖选手的操作了，是不稳定。中路的抱团推进，还想直接过来开，开到，但是亚索离得有点远，没能进上控制。吉利有一个金身闪现拉出来，但是吃到了一个恶意收购，同时收购了两个人，撞出去先收吉利，后面有 TP， 王子月先拉开，过龙也往侧面走，白菜来了，但是王子月这个时候已经走不了了，点了一个变异的爆炸果实，过龙先弹走，
回头一个一技能恐吓一下，王不拉打了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上路，两个人又拼起来了。黄城 PK 挂无双挑战，开始打到底，小老五可能又要被单吃了，不曾来过。上路一路要告破了，中路怎么办？想回防的时候被逮住了，卡莉萨还在往前滑，被逆住了。Q 刀塔下去，乐乐这个位置走是走不掉了，看看滑板鞋能不能换。等下一个 Q 肯定想反杀的，我感觉白菜没有拔毛了。没事，卡了一个视野，正面家里怎么办呀？没有人守家，什么意思？家可以继续拆，拆的好快啊 ！Q 一下，皮靠了过来，但是他真的要一波了，要直接被拆了，家给了。哎，上来招架住，往前闪现一刀，再来一刀，直接开始点水晶，不行啊，这直接被这个布斯莱夫带穿了。